几年前，安然和这一群小伙伴相遇，他们一起激情造梦，一起被踢出局，在一起创业，经历了起起落落，落落落，但他们依然保持乐观，并怀揣着理想和热爱一起走到了今天。安然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梦想，30岁事业爱情双艰难的他暗暗发誓，事业和爱情必须先搞事业。这谁的外卖盒子又没扔呀？不是阿鹏就是唐峰的哦。哎，别污蔑人啊，那肯定是阿鹏的。啥？给。谢谢。别擦了，老吴，今天谁做值日啊？是不是这臭小子？不是你吗？辛苦。安总可是说了，咱们办公室呢要保持整洁干净，才能有好心情工作。阿鹏，外卖盒是不是你的？各位，半小时之后，吴英俊的妈将会来视察。甜心，你把碎片时光男友最新的策划稿打印出来。阿鹏，拿得出手的画稿全部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长风，会把电脑上的程序打开。好。还有老吴，你的财务报表。打扫打扫卫生吧。好嘞。大家打起精神，财神爷来了。明白。好。你拿着我外卖盒干嘛？妈，请。我当时把房子租给你们的时候也没过来看一下，图片跟实物非常不符啊。我们自己把办公室收拾了一下，现在可好看了。呀，阿姨，您太年轻了，我都忍不住要叫您姐姐了。你少来了。胡董夫人早。胡董早。早。妈，我带您去会议室看看。妈，你看看，我们做的。盖世无双啊，这名字我起的。盖世，代表我们碎片时光男友立志成为市面上最棒的女性恋爱游戏。无双呢，就是说我们这群小伙伴无可替代的革命友谊。阿姨，你看胡总多上心啊！啊，不是我说你们啊，你们每天这么辛苦又不赚钱，非要这样折腾。妈，别的不说，就凭你们现在的资金状态，能承担得起这样的办公室吗？要不是阿姨您给我们提供这么高级的办公室，我们哪有资格谈什么梦想啊？安然啊，你爸妈呢和我是老邻居，但是阿姨告诉你，梦想是不能当饭吃的。阿姨，经过几年的打磨，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到了制作的阶段了，现在就缺一笔关键的资金，然后帮我们撑一下了。我们做过调研的，这款游戏绝对有市场。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要想开发一个新的游戏，那是非常艰难的。你看你拉了半天投资，见到一个子儿没有。哎呀妈，现在干什么不难呀，你就是不相信你儿子的能力，也该相信安然的能力吧。那好啊，从下个月开始，这个办公室你们给我交房租，我倒要好好看看你们的能力。到底是不是亲妈呀，还要租金，这不雪上加霜吗？不差我们那点钱啊。伊莎贝拉已经延期收我们租金很久了，很够意思的了。喂，王总。啊，感兴趣，感兴趣。
那具体是是这样啊？不不不不不，可以啊！哇，感谢王总，那我们等您消息。哎，好嘞，来活了。什么活？天盛的王总，校委会上认识的，他们手上有个活儿，想要外包给我们做。你疯了？放着自己家游戏不做，出去给别人当包工头？那不然这钱是大风刮来吗？我们做时光男友，然后发工资、交租金都要钱。我可是听说过啊，这个王总活难干，还拖款，又抠门又不靠谱的，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行，曲线也要救国。我们要先赚够老本，再谈梦想。许多年没见之后，他还是那个他吗？是清澈的他，是恬静的他，或者是温柔的他。久别重逢后，真的什么都不会发生吗？嘿，在干嘛？哟嘿，下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抓刺客，四下的火光渐渐聚拢到塔下。那人跳入房间，一个不难察觉的踉跄，将整个人重重地支在他单薄的身子上。两人一起向后跌靠到墙角。吃饭了吗？吃饭了吗？江山大大的声音还是那么有磁性。我咋觉得他声音有些沙哑？是不是没休息好？他在听江山？那不是沙哑，那是苏死人的气泡音。这不是我们江山专属的气泡音吗？吵死了！啊？做我房客的第一条就是保持安静。哦 ，sorry。让我调小声一点，高于50分贝的就是噪音。这怎么能算噪音呢？顶多是气泡音。安总，大家讨论下来应该给年轻公司一些机会。异想世界这游戏的节日活动策划都弄得差不多了，这个项目就拜托你们了，辛苦啊。好的，王总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胡英俊，半小时后老地方见。哎，你搬家搬得怎么样？还行吗？凑合吧，那房东比较难搞，但房子性价比挺高。哎呀，这就很好吧，现在人家房东也不容易。你了解我们老百姓的苦吗？咱们这不是接着活了吗？你看，只要老王的钱一到账，就凭咱们公司小伙伴这能力，这没问题。你说的那么容易，咱们这次是制作和配音同步进行，咱们最关键的配音还没找到呢。哎呀，不就配个音吗？有那么难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这个游戏其实和广播剧和有声书是一样的，人物和剧情的走向靠声音来传达，声音才是灵魂。而且这个人不仅要专业，还具备一定的影响力。哎，你正好把你那江山大大请来不就完了吗？我也想，人家可是大明星，怎么请得起？哎，大哥，大幸运，我把我游戏战队的副队长拉来了。配音这事儿有解了，他能来给咱们做配音。网友，何英俊啊，包工头的活也是活啊。你不能随随便便找个人就糊弄啊！你可
扛起人啊，我这网友配音演员，要不是我刷脸，人家还不肯来呢。配音演员有什么？配音演员是我不知道的呀，谁呀？黑沙，江山工作室的配音演员。去年他不是还配过一个动画，叫《你比世界更重要》啊？对对对，你到哪儿了？赶紧的，人家都快来了。行，我已经到门口了。想到回音剧行啊，这资源整合的不错呀。黑沙虽然不是江山大的，但是黑沙也是大神，不错。甜心，王总给的策划案早就弄好了。阿鹏，好。唐风，对，天盛给的程序框架可以用了。不，小意思，简单修改一下，随时能用。老吴，定金到账了。回去，大神呢？说是马上就到，你没碰着。大神来，你也不去迎接一下？哎呀，这我铁哥们儿，没必要整那些虚的。哎，大神来了，那个我直接介绍了啊，这位就是我的铁哥们儿，顶级配音演员黑沙老师。这位呢，就是我们公司的副总，也是我的合伙人安然。你怎么能是黑沙呢？怎么不能是我呢？你这房租，你就能不能还我几天？那是还几天呢？吵死了！做我房客的第一条就是保持安静。你等一下，确定要让他来录？你还有其他选择？这不结了吗？哎，你放心吧，这我过命的兄弟还游戏里。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他是我的房东，而且住在我隔壁。真的假的？嗯，那这不更是一家亲吗？缘分妙不可言呐。妙你个头啊！你知道他有多难搞吗？一点小孩子该有的阳光和亲和都没有。啊！我扯远了，我就专业的角度上来说，不能找近亲来配合工作。不是大哥，我给你找一不近的，你就能拿捏了。公司都到什么阶段了，安总？公司撑不下去了。你看看合同吧，没问题，我给他了。吴英俊，什么叫做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？他的时间就是时间，我们的时间就不是时间。啊，停停停停停停！小点声，大哥。那你能把你那江山大大请来？还有，你老人家是不是没看见这一条？合作期间，乙方无偿参与游戏配音工作，无偿。他不是你过命的兄弟吗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和安总商量合同的事儿，走走走，进去说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，安总？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黑沙老师，合作愉快。你看起来不是很愉快。怎么可能？那个，我是您的忠实粉丝，能跟您合作，当然愉快。那我的节目你肯定有听过吧？听，每天都听。那昨天晚上的节目你最喜欢哪个部分？昨天有点忙，还没来得及。那前天呢？前天也没。我真的是您的粉丝，我知道黑沙这个名字的来历。你知道，出自《灾星猎人》这部漫画，里面的骑士就叫艾莎。你看黑沙老师时间这么紧张，咱们还是赶紧开始工作吧。嗯，我去叫大家来开会啊。哎，我也去。
霍英俊，你不是说是什么顶级优质项目吗？这项目和项目之间哪有那么大差距是吧？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人设不清，主题不明，还有这里，吸引充值不是拦路打劫，底线呢？我配不了。黑沙老师，咱们这个项目虽然基础不好，但其实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对对对，那个策划方案我可以再去修改，而且我们细节很多都还没有完善呢。黑沙老师，这个项目我们真的特别重视，否则的话也不会请您这样的大神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，这个，你刚才说人设，对人设，还有，反正各种，安总会全程把控的。是我们保证打磨成一个配得上黑沙老师的作品。对，既然你是我的粉丝，那我就再考虑一下。不过安总，请确保你的粉丝身份无误。如假包换。真的不行吗？哪里不行？人家说的也没错，真的有点草率了。安总，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暴，要不今天先下班吗？要不今天就下班吧。哎，好嘞。真快啊。那我们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安总。拜拜，明天见。这下个雨打车就要翻倍啊。喂，胡英俊，你走了吗？我和严月一块打车呢。那个你能不能捎我一段？好，你等着吧。怎么是你啊？胡英俊呢？他走了。上车吧。谢谢黑沙老师。那你的车好新啊。你这副驾驶有人坐过吗？哦，等等。像黑沙老师这么帅的人，副驾驶肯定不缺人。你为什么一直戴着耳机啊？说，咱们这个工作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展开啊？你看啊。咱们现在住得这么近，工作又在一起，这缘分真是妙不可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吗？我晚上请你吃饭嘛，吐你家这事儿是我不对。没了啊？那天晚上到底怎么了？那个咱们以前的事情咱们俩以后再说行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提出的方案的修改我们会今天修改好然后晚上发给你的。我记得我当时说的是再想想。您先开车，咱再想想，再想想。要安静啊，听首歌。
深夜冷得不像话，程玉林下了妆，随身的只有件薄褂子。王许本叫他在里边等着，他去把停在两条街外的福特车开过来接他。喂，完蛋，严月上午不录音，而且江山工作室的录音棚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下午都已经被定出去了，只有早上有时间，其他下午有时间的录音棚价钱翻倍。早上定早上。哎，行。哎，还有严月的节目更新了，你赶紧听一下啊。哦。哎，你别凹啊，做鞋做全套，你别穿帮了。行了，知道了，已经关注了。嗯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黑沙时间，我是黑沙。每天最期待的时刻就是晚上11点听着黑沙大大的声音入睡。黑沙每期聊的书语音都很经典，本人绝对是文艺青年一枚。关注黑沙时间有3年了，最让我感动的是黑沙老师一直遵守着和粉丝的约定，每晚准点上线，妥妥的全勤奖，对粉丝太好了。没想到这小孩还挺敬业的。屠格涅夫曾说过，我们或与堂吉诃德相像，或与哈姆雷特相像。堂吉诃德们坚持追寻，而哈姆雷特们保持怀疑。这内容确实文艺。黑沙老师，发您的策划案看了吗？明天早上录音可以吗？我没答应你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明天早上来接你。咱俩到底谁是小朋友？我呀，肯定是我呀，我是小朋友。早上录不了。明天早上来接你呀，好好考虑一下。如假包换，肯定是我呀，我是小朋友。晚上好呀，黑沙老师，这是网上说的你最喜欢的加长版小笼包。哎，快点去洗漱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录音哦。就我在门口。
黑沙老师，我今天来做您的代驾，您放心睡。黑沙老师，总戴着耳机，对听力不好。我这么一个大活人在你旁边，你可以跟我聊会儿天啊。很喜欢听音乐吗？一般吧。那你的耳机里平时都放些什么音乐啊？其实平时呢，我也喜欢听一些东西的。海沙老师，您的节目我可是每天都会准时收听的。还有你讲的那些电影，我也都会看。台词我已经打印出来了，电子版也发给你了，内容还调整过了。海沙老师，你要不要先看看，熟悉熟悉？小样还挺好看。黑沙老师到了。他刚才那么吵，我没戴耳机，怎么睡得这么好？我睡了多久？不多不少，正好一个小时。阿南，颜月，你怎么这个点来了？你不是不录早班吗？你问他。这位是安然。你好。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颜月经纪人阿南。你好，你好。话说回来，能把咱们黑沙老师上午就搞到棚里来，你还是第一个。这些年我都没搞定这事儿。我先去录音了。哎，江山在里边录着呢。江山在录啊？对啊，录了一夜了。你这么激动干嘛？你不是我粉丝吗？是是是是，当然是。你也喜欢他？我当然是喜欢黑沙老师的。那要不要我给你俩合张影啊？真的？不是，我有一朋友，他喜欢江山很久了。我到时候把他的头披在我头上。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？这位是？这是安然，我粉丝。啊，阿南，咱们演员女粉丝挺多呀。你今天不是有约会吗？我什么时候有约会了？你哪天没约会呢？我忘了，今天确实应该有约会。快去吧。行，你们先聊着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还录不录了？录，录，录。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热，热，嗯，你不热吗？啊！你
确定这一上午能录得完吗？要不再给你们加点时间。我们就一上午能录完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何会出现在这个世界，但你既然解开了我的封印，我就会给你等价的回报。黑沙老师啊，我们状态能不能再提一点？好，我试试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何出现在这个世界，但你既然解开了我的封印，我就会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再来一条。黑沙老师，我怎么觉得今天你的嗓音……我没睡好，声音就会涩。不是，我怎么感觉他今天好像有点吃多了，气不顺呢？虽然不知道你为何会出现在这个世界，但你解开了我。夏老师，你嗓子不舒服，要不要吃颗润喉糖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咱们来录音的时候最好不要吃糖，好吧？粘喉咙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我正好嗓子疼。不是，这样。我们再试一次。只要我欠你的愿望还没完成，我就会一直待在你的身边，应你的召唤随时出现。不过你最好再考虑一下要许什么愿望。别担心，别浪费了难得的机会。黑沙他找状态可快了，每回录他呀可省心了。那么一切危险因素都无法伤害到你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到最后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如果你遇到危险，我会陪伴在你的身边，和你并肩作战。可以了，下一个。这么多，怎么我陪你的时候你录不出来这么多？喂，可以啊，马皮，我听棚里人说你让严月一上午就把两天的量都陪完了。怎么样，我这 CEO 能力听见了吗？为你鼓掌。哎，严月的节目你听了吗？还没呢。你怎么跟个闹钟似的？停一下嘛，万一人又抽查呢，再跟那天似的，你个假粉丝。好，今天有听众问我明天会不会更好，我不知道。有一位老师说过，人生最确定的事就是不确定，我们只能做好今天的事，眼前的事，睡好晚上的觉，把明天交给明天。装什么文艺青年，听众需要的是放松。他们还在一起吗？
喂，严月。喂，江山老师。有着急的事儿？你想好这次配音是什么名了吗？嗯，我想好了，就叫黑沙。